今天的生日派对的主角其实已经都那个集齐了。配角呢？配角有没有？就群众的还没有吗？不会这么尴尬的事情吧？生日快乐，亲爱的！太尴尬了，没准备。这个酒店能做蛋糕吗？我看那边有个美味蛋挞吗？那玻璃上。给我们整一个不？没有没有，不用不用。算了，宋总，送捧花吧。明天吧，要明天吧。不用过，我不爱过生日。明天我给你买一个。是不爱过生日。我上镇上去给你买一个。都已经这样安慰自己了，我不爱过生日。给我个台阶下。好好，好了好了，坐。晚上我一定帮你好好说说他们啊。真的真的。以后你看起来好像很爱过生日。我不爱过，太管住我这张嘴。更爱过了，更爱过了，有阴影。